奇怪，啊，这个郑燕到底在创啥？卡遐尼侪通电话给伊，伊拢无接。你回来啊！我订一点煲汤，想讲打电话叫你回来吃，啊，结果你都没接电话。安怎？还是无闲，还是无看到？郑燕啊，啊，你是安怎？规个人安尼失神失神的？你有听到我跟你讲话无？啊，你这么结一个面相是结给什么人看啦？啊，想掠你，唔着讲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做啥？啊！你无头无尾，你是咧讲啥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为什么要伤害伊？是王一龙讲找你讲啥哟？你都信不信？定信？跟我讲遐明。你即摆是啥物态度啊？对我大细声！我是你妈妈，我不是你的冤仇人啊！你为什么要叫我偷杀？去乱搞！这件代志我已经讲几啊届啊，跟我无关系啦。我拢听到，听到。你听到什么？偷杀邓外明。把你的录音放给我听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他把录音放给你听？他哪会这样做？他拿你的录音来跟我为他，逼我答应让他在长照养生村插旗啊。这个土生，你都莫给我拄着，啊！若无，我绝对会给你切做八块。啊！你敢有答应？我是不是答应？这是重点。重点是，你哪样做出这款的代志？应该，那不是我替过动一下。我早都无命，你敢知影？妈，我甲你到底有啥物冤仇？你竟然想要第一名？拢是王一龙逼我的啊！自从伊出现了后，你甲你爸爸心拢让伊牵去啊！我若是无出手甲伊阻挡，我看早晚连厝内的米缸拢让伊光走啊！敢不敢是为了钱？为了钱？你著甲屠杀迄个笨蛇做伙勾结，做出这款失定的代志。我是为着要保护你，我是为维护你的权益。没有，我是为着我，为着要保护我，你著去伤害别人。这款杀人有少的罪孽。我不好多打，妈，原来你是这款为着要达成目的的不择手段害人，你哪会这么恐怖，这么粗残啊！你哪会这样子说你妈妈啊？你是怎样都无法度体会我对你的用心良苦？我无法度体会。我干那知影，千金万金嘛买袂到一条人命。我再讲，伊是我的哥哥。伊不是你哥哥，不是。以后莫再安尼叫伊。这个王一龙，伊根本就是一只清凉跑的野马，抹袂周边的烂土、臭虫。啊！我不准你个母鸟去！你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批评，
我拢因为你是阮妈，所以我忍落来。不过即个呢，你竟然想要害死我，你敢不想过超过啊？无怪，大概我问到你这个代志，你上红线，上激动，因为你，你心虚，你更想登上去。王正业，我是你妈妈，我为着你乌心肝，我为着你，我甘愿落十八层的地狱。你无给我感激，无答应。你即马竟然为着一个外人，一个打算要抽走你所有一切外人，你安尼攻击我、指控我，你敢对得起我？你莫阁用亲情甲我绑票，我阁知影啥物是属于我的。若是爱我，为着要对得起你，甲我良心提起饲狗，我甘愿做一个不好子。阿母，你要我安怎做？要我自首，还是归去？我出去候车咯，把我这条老命摕去赔给你的宝贝啊！啊，是咧玩啥货？我伫外口就听到恁遐嘻嘻叫大细声，讲话啊！明宏，你不知道讲什么？要叫车弄，要甲你叫老命，提起宝贝啥？即马电话就袂晓讲啊！来，正燕，你讲，你到底什么代志啊？你不要惊，量较大细声。八位啊！结婚了后，我若甲任性搬出去住，伊就袂去好车路。我干的是要甲任性过两个人的世界，享受一阵仔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伊拢坚持不袂答应，咱才活起来。啊！你真是对咱后生安尼讲，对啊。啊，爸爸是高健嘛，迄王义龙都袂为着因某，甲包拯一个放咧，啊，家己搬出去住。啊，咱郑燕，伊还袂结婚咧，伊都打算要甲咱两个留放咧，我当然嘛唔肯啊。就算讲你唔甘郑燕啊。你嘛不应该讲什么要去有车龙用这种话来威胁伊。我都生气啊！啊，新妇也袂插进门，都把咱两个老的当作是路边的拗茶鸡。啊，若真正插进门，伫伊的目睭内，敢还阁有咱？啊，咱是要准啥？无，你今麦是讲真诶，有影在认真哟。厝内面看看，互相有人照顾，安尼敢唔好？敢明仔就一定要搬出去住？我是保护人心。可再讲，妈一定对人心无满意。啊，你妈最近对人心的态度唔是改变真济，啊，对恁两个交往嘛无什么意见啊？妈避免速度，比民主国较紧。爸，你不是不知影，像这个东西，
也够压起来。所以我希望伊能甲人生分几段，安尼才袂去打着对方的底线。对啦，拢是为着别人好啦，为着伫你的心肝内，都无我这个妈妈的啦。就算我挂心头肉互你食，同款会互你嫌臭粗啦。啊，无你是好卖啦，规间厝一片拢全甲阿素味，你搁在咧点火，你啊规间厝拢平掉，你才会欢喜哦。我互家己的后生当作是牛头马面安尼提服，我当然嘛受气啊。谁叫你过去的记录这么歹啊？我你一个不欢喜哦，就牙结石要共啥款啊？啊，就无输底用一挂奥博要共安怎啦？唔知不教，无人敢甲你打。我已经替你有遐尼济啊，你拢无爱相信，敢讲真正爱我救谁，恁才要相信了？好啊，你救谁？救谁？你绝对别去伤害我爱的人，我都信你。黄振燕，你为着一个外人，你逼你妈妈救谁？人心不是外人，真是我爱，拢是家己人。你若不是心虚，你哪唔敢讲？哎呀，啊你啥人唔敢讲？要丢丢啥的？你的动作，你有郑燕一个保证。啊，天公伯甲我拄好做证人，安尼郑燕才有法度放心，甲人心在伫厝内面。许明凤，对天就抓！以后我绝对袂对阮后生，也佮伊所爱的人做出任何不利的代志。那无，你着沦落到六亲不认，众叛亲离。你若是敢搬出这间厝，我就当作我这世人无生过你这个后生。好啦好啦，过来。哎，这因老母有迄个性，啊，伊讲遐有诶无诶哦，莫甲听遐济，慢慢有白心知无？说出去啊，为的，我就是要对妈表达我的立场，妈了解到我。对了，爸，你甲高总去看变动的地，看了安怎？哦，来讲伊这地哦，我来讲，迄边啊，规个环境哦，足好啊。啊，哦，翕几张相片，你看麦。哦，看呀，这金城边啊，嗯，这是空地啊呀。